有时候说耍大牌，那该耍还是得耍。我就是戏霸，干了30多年了，我还不戏霸，那我就白干了。然后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以为戏霸是表扬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们跟我说了，戏霸就是表演艺术家的意思啊，他们是有点贬义的。你要遇见那个媒体，那250的媒体问你的问题，全是那个傻了吧唧、智商特别低的问题，你跟他实在是没办法对话。